姐妹们，晚上平安！再次欢迎弟兄姐妹们和我们一起的在线上一起的来祷告，感谢主。今天呢，我们祷告会的主题为“我愿享福”。我们今天在祷告会当中，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对主说：“主，我愿意再次享福。”我们看到。在福音书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耶稣在行了很多奇妙的作为，我们都很惊叹。我们看到耶稣使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，耶稣平静了风浪，耶稣使拉撒路复活。我们惊叹耶稣在所作所为，但是呢，这一切的工作的根基呢，乃在于呢，耶稣他顺服父神。他愿意将背自己以生命为代价。我们看到耶稣，他顺服上帝，愿意来到这世上，以自己生命为付上的代价。然后耶稣也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：“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我们知道耶稣。是要服侍人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服侍人，为人舍命。我们看到耶稣，当他还没有升天之，还没有钉十字架时，他对父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我们看到耶稣，他总是把自己的想法主权完全的放下。他总是降服在父的旨意的里面，虽然这条路不简单，可是他就是要降服父神，要来完成父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，我们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服事的根基又在哪里呢？愿主耶稣基督所活出的生命的典范呢，能让我们明白服事的真谛。因为服事呢，不注重外在的成就与表现，而是在于彼此生命的成全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本身成为我们很好的典范，他活出了一个降服的生命，他愿意谦卑，谦卑自己，以至于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，再次对主说：“主，我们愿意降服。”我们愿意放下一切的主权，我们像一粒麦子，愿意把它埋葬在土里面，让这个麦子，这个种子能够在主的里面是被主来得着的。让我们今天放下一切，单单的来降服于他，愿对父说：“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”我们愿意放下个人的观点，无论在疫情的事情上，无论在国家的政局的里面，无论在教会的事情上，让我们都把一切的再次降服在神的面前。我们更要祷告主，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，有一颗顺服权柄的心在当中，就如耶稣一样，他顺服父神的权柄。然后今天晚上我们降服，降服在主的面前，降服在一切的权柄之下。哈利路亚。让我们这时候呢，用方言来祷告，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再一次来向我们说话，让神的爱，使这些爱使我们愿意，使我们愿意再一次的降服。哈利路亚。无论你在哪里，哈利路亚，用方言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苏杜里安达拉拉巴扬达拉拉巴卡巴巴巴扬的，苏杜里安达拉拉拉达拉巴卡巴巴巴扬的达拉拉巴扬的，哦，拉巴扬达拉拉巴扬达拉巴卡巴巴巴扬的，苏杜里安达拉拉巴扬达拉拉巴卡巴巴巴扬的，哦，拉巴扬达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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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巴扬的，是的主啊，卡拉巴扬达拉拉巴卡巴巴扬的，哦，拉巴扬达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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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巴卡巴巴巴扬的。
是的，阿爸父神，让你的爱再次的来融化我们的心，主。阿爸父神，让你的爱再次的使我们愿意降服，主，使我们愿意放下一切的主权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愿你来带领，愿你来引导，主。主啊，我们要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主耶稣是叫大能，他赎回了我们的灵魂， Amen。 哈利路亚，你是自家的大能，总家赎回我灵魂，你恩典使我被拣选，叫我生命果子长存。你是家的大能，你是自家的大能，总家赎回我灵魂。拣选，叫我生命果子长存，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接近我，为神做你门徒，求主再遣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以爱建立合一教会，使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你是家的大能，你是自家的大能，总加赎回我灵魂。是我被拣选，叫我生命果子长存，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坚定我，为神做你门徒，求主再遣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以爱拥抱城市，建立合一教会，使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求主用我，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，坚固我，坚定我，为神做你门徒，求主再遣我去传扬你的爱，以爱拥抱城市，建立合一教会，使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使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使我信心宣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哦，主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是的，弟兄姐妹们，哈利路亚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的瓦器里面有主的宝贝，有主莫大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，只要我们愿意降服，当我们愿意把一切交出主的手中的时候，神要成就他莫大的能力的事情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像一粒的麦子，再次把它埋在地里，让这个麦子愿意舍弃，愿意死在主的里面。哈利路亚，
的时候，他人就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怜悯、被勇气，就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再来，伊利麦子，伊利麦子，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无论过了多少时候，他仍就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枝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让自己像在地里，世上生命比凡的生命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放下自意，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再来，伊利麦子，伊利麦子，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无论活了多少时候，他仍就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主，我愿意。是的，主啊。主，我愿意。是的，你总是愿意。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世上生命比凡的生命，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，放下自意，为应得的权利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主，我愿意，主，我愿意，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，世上生命比凡的生命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愿意。主，我愿意。主，我愿意。放下自意，为应得的权利，在他身上成就你。造如此崇高，种子何等渺小，轻轻飘到翅膀，一切神的荣耀。不造如此崇高，种子何等渺小，轻轻飘到翅膀，一切神的荣耀。生命比凡的生命。
权力，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。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。再次把你全人给你，全心全人都给你，耶稣。一生一义，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。全人都给你，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的宗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，全心全人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高举双手赞美你，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，耶稣。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一生一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哈利路亚，西里阿拉巴耶，是的，全心全力全人都给耶稣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这是我们的渴望。主，我们活着都是为了荣耀你，主啊，凡在我们里面的主啊，
都要来荣耀你主。弟兄姐妹们，再次把你的心献上，我心何等渴望，来主荣你，主我用全心意来敬拜你。
掌管我们，再一次来求动我们的心意。主，主，让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你的心意的里面，让我们的心，主啊，再一次的与你对齐。主，让我们的心，主啊，再一次完全被你来得着。主，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的爱火得着燃烧。主，使到我们的全心全人，主啊，再一次的，主啊，当着活祭的奉献给你，单单给你耶稣基督。我们活着的一生的意义的目标乃是围着你而主。主啊，我们是你的人。主，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主，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谢谢你。主，谢谢你。主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主耶稣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神啊，谢谢你，圣灵继续运行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。谢谢你，主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让我们在祭坛前，哈利路亚。圣灵再次在我们的当中来向我们说话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。让圣灵在教会里面继续来做更新的工作，继续来做坚固的工作，继续来做洁净的工作。更深的对神说，我要你更多更多的降服在神的面前。神的灵来充满我，让我全心降服，全心全心降服耶稣。全心降服耶稣，降服耶稣，更深更深降服，更深更深降服，更深更深降服耶稣。一起来，更深更深降服，更深更深降服，更深更深降服耶稣，更深更深降服，更深更深降服，更深更深降服，我主耶稣。在今天晚上这个时候，
真正感受到神灵还在我们当中来动工。可能当中有些人和我一起有去参加昨天晚上圣召会的严肃会，我深信神的宝血不但洗净我们的罪，但是他也要遮盖我们全方位。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。今天晚上是否在你心里面还有不降服的事情关系，无论你跟你的家人，无论你跟你的牧者，无论你跟其他的主内弟兄姐妹，是否还有没有降服的事情？今天主要对我们说降服，主我愿降服，降服在神的面前。这是在你里面的，这不是别人可以碰的，这不是别人可以说服你的，只有你能说服你自己，只有你能够降服。上帝造你的膝盖，但是他让你自己愿意归向。神造你的心，但是神让你做决定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降服，我们要降服，让这个破口在我们生命中完全被神的爱来堵住。当我们愿意被神的爱，更大的爱来填满，来医治，来填满，来医治的时候，这个破口就要被堵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，主，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不是因为我对的比较多，不是别人错的比较少或者比较多，不是这个事情我受伤有多少，不是这个事情重不重要，不是我可以不可以省略这件事情继续走我侍奉的道路，而是我愿意降服，我的心要完全属于神，我的心是要完全属于神。这是你的祷告吗？我的心是要完全属于神，这是你的呼喊吗？你知道这根刺在你里面有多久？而神说，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向他发出的祷告，好不好？在这时候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再一次降服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继续留在这个医治的恩膏里面。哦，哈利路亚，拉巴撒拉巴哈拉巴撒拉巴亚纳。主啊，我祷告，主你来医治我们的心，不管多痛，让这根刺从我心里面拔出来；不管多难，让我的双膝要跪拜在你面前，让我的双手要向你举起了起来。哦，神啊，主我祷告，我愿降服。哦，哈利路亚。苏里亚拉巴哈拉巴亚达拉巴亚达拉亚拉亚。前，让主你的慈爱，让你的慈爱更多更多的来融化我的心，让我的心今天开始成为一个肉心在你面前，让我的心被你得着，让我的心全然被你医治。这是我的呼求，这是我的祷告。主，你的医治要临到你的教会，你的医治要临到，主啊，你的家庭，主啊，我们的家庭，主啊，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们个人生命里面。当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，你能够给我们力量，不是我们的力量，是你能够给我们力量。主啊，你今天早上也对主啊印度
这个的牧者说一句话，就是要饶恕，要爱，要七十个七次。我祷告主，今天当我们在这个恩膏里面，这个基督祭坛的恩膏里面，我祷告不单是在 AGPC 主啊这个恩膏里面，不单是在今天在印度的牧者的这个祷告祭坛的恩膏，主我祷告让同样的医治的恩膏、恢复的恩膏要临到主我们城门守望教会的这个祭坛上面，来临到所有敬拜小羊的群组身上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现在的时候，主啊你来恩膏要流通，恩膏要流到主啊所有主啊在看这个视频，在未来要看这个视频的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你的恩膏要临到我们身上。哦主啊，在这个城门守望教会里面，在这个敬拜小羊的群组里面，而这些来在所有的视频里面，神你来做医治，你来做医治，你来做医治的工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释放你的医治，释放你的医治，释放你的医治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顺服，我们愿意被你来得着，我们愿意被你来得着。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其实祷告会完了，让圣灵的恩膏，让这个医治的恩膏去在你里面做医治的工作，继续的来释放你，使到你完全得到自由，使到你能够活出神真正要你活出的呼召，神真正要你做的使命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